大家好，我是名人站 Crystal，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Dior 的 Lady Dior。 Lady Dior 呢是 Dior 的最出名的包包系列，随着近年呢它有不同的变化，今天会介绍它最经典和 classic 的五格。五格的 Lady Dior 呢为什么会由此命名呢？那我们要讲一讲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了。因为戴安娜王妃呢在去80到90年代呢经常会使用这款 Lady Dior bag 出行，所以呢 Dior 的五格包也都因此呢来冠以 Lady Dior 此名。 Lady Dior 呢非常之成熟和优雅，它也都呢配以一条肩带，可以作一个呢肩背的作用，又可以手腕。但近年呢 Dior 锐意创新，在这一款呢它最拿手和经典的包包上面呢设计呢多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它改变成有布质款啦，或者刺绣款，不同的皮质材料，或者在经典的 Lady Dior 上面呢有绘图的名画设计也都出现过，收藏价值非常之多。不知道大家对这款 Lady Dior 有没有兴趣呢？如果大家对我介绍产品的资讯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 WhatsApp 或者 WeChat， 以获取更加多的产品资讯和每日的最新产品详情。大家有啲唔错嘅话，可以帮我点个赞或者转发出去俾大家见到啊！多谢晒今日宝贵嘅时间，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